告先施，梗系要奋身支持。由行政长官崔世安、立法会主席贺一成、中联办主任郑晓松等各位嘉宾主持简单而隆重嘅起步礼之后，随住呢一下礼炮声响起，第34届公益金泛民行现在开始。12月10日，一年一度嘅慈善兼体育盛事又嚟啦！国家奥运金牌运动员亦都有撑场。天公造美，今日天气和暖，同朋友喺街头漫步，就可以欣赏下沿途嘅舞狮、管弦乐、聚龙表演等。做善事就系咁开心兼 easy。今次百万行起点喺观音像附近，途经旅游塔，最后以妈阁庙前地作为终点，全程大概4公里。主办方澳门日报读者基金会就话，希望为社会各界带嚟正能量。发放为善不分国籍、种族、年龄、性别的正面信息。